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Celine， 然后我今年23岁，还在念大学。啊，我是金牛座，最钻牛角尖的星座。那我平常的兴趣是逛街、看书，然后做运动。那我的理想条件是一定要178以上，180更好啊，可是应该是178比较刚好，因为我很矮，对，不然会有点差很多的感觉。然后在感情中，我觉得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觉得习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对方另外一半去改掉自己的坏习惯。然后个性的话，我觉得就比较难改，因为个性习惯了就不会就很难去改变的。然后，在感情中，我比较喜欢那种贴心的男生，就是会带我去很多地方玩，不会说就是嫌不耐烦，我不喜欢不耐烦的男生。然后还有什么？我喜欢男生跟着我，我不喜欢就是我要黏男生，就是男生要黏着我这样子。然后我是舍令，再帮我下面帮我留言，然后追踪我 IG。